它是一门视觉与听觉相结合的现代艺术，悲剧、喜剧、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它所能展现的内容。它就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电影。影视艺术有哪些独有的特征？什么是同期录音？电影声音特效又有什么讲究？快乐体验邀你加入这趟探秘之旅。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英伦对决、黑猫警长、反转星球、逆时营救、摔跤吧爸爸。我比较喜欢科幻和动作片。我喜欢看冒险类型的电影。猪猪侠。我最喜欢看战狼二、大耳朵图图之美式狂欢曲、哈婆婆故事屋、美人鱼、羞羞铁拳、动物城、不行出没之夺宝雄兵、唐人街探案、赛号。你会模仿敲门的声音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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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这是敲门的声音。你会模仿足球比赛中射门的声音吗？啪啪，咚当的一声。喇叭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放屁的声音呢？模仿一下射箭的声音。咻咻咻，咚。车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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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嚓咕嚓，有的是滴滴，有的是爸爸，滋滋。看来同学们对电影以及电影的声音效果了解了不少。那么这一次，他们即将来到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乐园——长春的长影世纪城，感受特效电影的独特魅力。而同样对电影充满浓厚兴趣的杜叶姐姐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哎，我是杜叶姐姐，月姐姐姐姐，体验者验者验者，你们在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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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体验者。声音效果呢？您是舌头被烫着了，要不就是词儿背得不熟，还是我们东北小朋友比较幽默呀？回答完全错误，谁知道是什么？我知道啊，你是模仿喊山的那种效果。哎呀，你们好厉害呀、啊！没错，是喊山的效果。那我们今天快乐体验的主题呢，就是和声音有关。我还是要先考考你们啊，我们的难度可是不小，你们怕不怕？小菜一碟。气都不小哈。第一个问题又来了啊，在我们东北冰天雪地的环境里，如果人说话的时候声音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就会伴着那种嗖嗖的风声。哎，对，因为咱们东北寒风刺骨，会有嗖嗖的风声。那么如果我们转移一下，回到了密不透风的室内，那说话又是什么样的？按你来说。哦，说话都是这种气氛，对不对？声音都是很有研究，应该今天都难不倒你们。那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项任务吧。进任务之前，我们大声的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好。我们的口号是：正义全能王，救赎我最强。耶！音效就是由声音制造出来的效果，它可以增强真实感，也可以用来烘托气氛。表现不同的剧情或创意，配上各种音效的影片才是最佳的视听享受。那么在开始今天的任务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两队体验者吧。蛟龙红中月儿正中，大家好，我们是响彻云霄队。一支粉笔，一个杯子，里面还有半杯温水，究竟谁来过呢？
真相只有一个。怎么了？赶紧把冰冷的婴儿坐下。知道了。真相只有一个。我们快回火星吧，地球上太危险了，我们一起去星际探险吧。你来这干什么？我想帮你们比赛啊。你怎么帮啊？你快点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来，姐姐，你不是想吃吗？我想要一个菠萝，你却给了我一个果园。我只要一个橙子，你给了我一个果园。爷爷爷爷，快走快走。爷爷，哎，孩子，爷爷，这怎么卖呀，小美女？这个呀，卖108。哦，太贵了。不贵不贵，现在21世纪贵的是什么？人才。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欢迎来到战狼，告诉新来了，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谦虚。张洪博，昨天最后一道题我没做出来，你别告诉我你会做呀。昨天的数学公式我忘了，不过你知道吗？不记得也好，忘记也是幸福。你怎么每次受伤都会没事的？我不知道。你看哪位医生啊？我也完全不记得了。啊，也好，记忆是痛苦的根源，你能不记得算是福气了。我的志愿是去吃火锅，今天吃麻辣火锅，明天吃酸菜鱼火锅，后天吃猪骨火锅。老师直夸我，于德豪，你终于找到您生命的真谛了。我的志愿每天去吃火锅，今天吃麻辣火锅，明天吃酸菜鱼火锅，后天吃猪骨头火锅。陈老师直夸我，麦兜，你终于找到生命的真谛了。同学们，我们虽然穷，但是不能说谎，也不能打人。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拿。要好好读书，长大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们虽然穷，但是我们不说谎话，也不打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会拿。要努力读书，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才。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影视大拼盘。那这个任务呢，我们两位是要抢答的形式来回答我问的关于影视方面的问题哦。每答对一题呢，积10分。那么是这样的啊，我们每队呢会有一个向场外智囊团求助的机会，但是只有一次机会啊。当我说请抢答之后，你们才可以举手。好，哪队举手哪队回答。好，好不好？好，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哎呦，现在都这么有信心。第一题是这样的，目前国内票房最高的国产电影是哪？战狼。战狼。战狼。好的，请抢答。战狼。这边先举手，给我答案。战狼二。好的，回答正确，恭喜。但是你们知道《战狼》的票房是多少吗？你说是13亿，你们那儿有答案吗？18亿。还有再高的吗？35亿。35亿，还有再高的吗？我怎么感觉像拍卖会？40。还有比40再高的吗？60。有比60还低的吗？55。有比55再高的吗？17。终于回答正确了。战狼二的票房是57亿。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美术片是哪吒闹海还是神笔呢？请抢答。哎，蓝队先吧。应该是神笔吧。你们看过吗？看过。那你们为什么觉得是神笔呢？哪吒闹海是幼儿园看的。然后神笔是什么时候看的？神笔是我啥时候都可以看。是这样的，你们的答案呢，我可以告诉你是正确的。哎，但是神笔是什么呢？是1956年的木偶片，是获得了意大利第8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8到12岁儿童文艺片的入
一等奖，为咱们国家的木偶片审比鼓掌。当然，同时你也获得了10分，恭喜！好，机会还有很多啊，至少说出五种电影的类型。3、2、1，请抢答。怎么没有人抢？好尴尬呀！蓝队抢到了哈，来，你们回答。喜剧、科幻、动漫。喜剧、科幻、动漫，还有。感动。感动。恐怖。恐怖。动。警匪。警匪。五种啊。古老。古老。古老，这也是一个类型啊。古装。古装哦，你借鉴了他那个古老。还有什么？爱情。还有什么？冒险。哎，冒险算是一种。回答正确，恭喜加10分。功夫熊猫喜欢吗？喜欢。那么问题来了，功夫熊猫里面这个熊猫的主词名字叫什么呢？有人想要抢答了啊！3、2、1，请抢答。谁快？我们成队快啊！阿宝，阿宝，你们有不同答案吗？阿宝，阿宝，阿宝，还有不同答案吗？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这部电影，都会，没错，正确答案就是阿宝，恭喜成队。有这样一位演员，他呢是功夫片的开创者和截拳道的创始人，也是好莱坞首位华人主角，他是谁？手放下，停下，等。好，你们给我出个答案。李小龙。李小龙，李小龙的经典动作是什么？李小龙就像你这样，怎么了？在系列电影《哈利波特》里，哈利波特和小伙伴们学习生活的魔法学校叫什么名？没看，给出你们一个选项吧：一，唐昆士实验高中；B，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手放下，请抢答。两队都非常的快，这样同时给出我选项。两队各加10分。那为什么没有人选长春市实验高中呢？怎么可能呢？不是在长春市啊。好的，正确答案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我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是《大气层消失》还是《霹雳菲菲》呢？请选答。哦，居然会耶！你来。霹雳贝贝的特点是他手上有电，他可以发电。霹雳贝贝呢，是1988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这个电影就讲述了手上带电的小男孩贝贝，也就是霹雳贝贝，摆脱孤独，寻求友爱和理解的故事。看图猜电影，小猪们是新来。来，3、2、1，请抢答。成队来告诉我答案。八戒吃瓜。八戒吃瓜，我要求一个字都不能错。八戒吃西瓜，到底是什么？猪八戒吃西瓜。猪八戒吃西瓜，没有错吧？你们的答案。小猪吃西瓜。小猪吃西瓜，来来来，你过来。我们这个智囊团同学给出的答案是小猪吃西瓜。好，我们的正确答案是猪八戒吃西瓜。来，一起看图猜电影。请抢答。蓝队快啊，蓝队给出的答案。第一回合，铿锵有力队50分，响彻云霄队40分。说几句经典台词考考你们，你们害不害怕？那相当的没问题，请出题。好的，第一题来喽。妈妈，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趴着。妈妈，我在玩捉迷藏。哎呦，好厉害呀！这是谁的声音啊？太简单了，蜡笔小新吧。没错，而且他还用模仿蜡笔小新的声音来回答我。继续出题，请听好。小熊熊，快等等俺，等等俺呐！熊出没。哦，熊出没也难不倒你们啊！
看来你们真的是挺厉害的。那我继续出题啊，接下来是声音效果的问题，谁能模仿一下门铃的声音？叮咚叮咚。哦，门铃的声音已经出来了，那小鸟的叫声呢？啾啾啾啾。老虎的叫声呢？哦，这个难不倒大家。那么兔子的叫声是什么样的呀？这个同学们可能平常没有观察过啊，兔子会咕咕咕的叫，当然也会有尖叫，根据不同的情况它会发出不同的叫声。那么其实啊，刚才回答的同学们都是不错的，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项任务，声音重现，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影视全能王，就属我最强。音效的使用最早是从剧场开始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模拟特效的介入使影视作品焕然一新。他们一般会由录音师在摄影棚中录下专门模拟某种动作的声响，再与画面相结合，最终形成逼真的效果。声音重现，在这一关，我们两支队伍呢要以抽签的形式来决定执行什么任务。一个呢是拟音的任务，一个呢是配音的任务。那最后会由我们的专业人员给大家打分，满分是100分。那么进行任务之前，我们先有请专业的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拟音和配音方面的小知识，好不好？好。那我们掌声欢迎长影视剧城的王老师，欢迎王老师。我们现在桌子上摆放的这些造型各异、大小各不相同的道具呢，就是我们道具拟音当中所要运用到的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方便面的塑料口袋，看到了。那我用手指的力量揉搓它，各位同学可以猜一下，它模拟的是什么声音？雷雷。还有其他答案吗？风风。那这个声音这样听起来会有些抽象啊，它模拟的呢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烧柴火的声音。现在在我手中呢是两串小铃铛，分别把它们套在我的左右手腕上，五指并拢，空掌拍击我左右大腿的位置。非常形象的，提升。这里是一个小布口袋，这里面装的呢是我们家中炒菜经常会用到的淀粉。我用手指的力量左一下右下的按压，我们先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哎呀，这个咱们东北的同学应该特别容易猜的，雪，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声啊。那这里呢是一个古老的马鞍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常见了，相信各位同学都没有见过啊。那我们用手的力量晃动它后部的位置。没错，有一个同学说对了，是马车的声音。哦，马车的声音。这里是一个彩色的风车，后面呢是一块悬挂的帆布。当二者进行摩擦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下它模拟的是什么声音啊。这个道具模拟的是大自然界中的风声啊。你们想太多，还汽车引擎，这多明显的现代的东西，就是风声，在咱们东北应该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风声。我们听到了风声和雷声之后，我们来听一下下雨的声音。这道具就是我们经常家中浴室里经常用到的淋浴喷头了，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那王老师再给我们讲讲配音，比如说我们同学们在配音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呢？要跟我们剧中的演员尽量口型要对得上，也可以尽量模仿一下剧中人物的这个表情。我们究竟哪个队完成什么任务是抽签来决定的？配音拟音。好，来，有请拟音同学做准备。铿锵有力队，加油！你们是最棒的。要不要练一练啊？不用练。其实队员都说行，队长说不用。到底练不练？练一遍，给一次机会练一遍啊。
没事啊，挑事失败。好的，你是不是带的有点过早啊？过早，那个这个完了就是直接这个。所以你看我们的队长多么的聪明，你看他怎么整的？他先用手把这个铃声给捏上，然后这样就没声了啊。哦，好好聪明，铿锵有力队，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好，请看大屏幕。那一面是真正的啊，真正的刚一结束，队长说重来一遍吧。为什么要重来一遍？对自己的哪儿表现得不满意？总是感觉没有那个王老师做得好，也不能做到他那么那种细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谁知道？慢。对，永远是慢，永远是慢半拍。要不大不了我这四个都保，我连旁边怎么也行。所以咱们这样，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那冲冲，这四个全你整。你这个，我刚刚就过头了，你整风，到雷的时候他要整雷的时候，呱就把这纸呱往上一掰，因为那太你就掰上去爱留进炉吧，就别管他了。然后呢，有你就管这，你管这。你管铃铛吗？我最开始就有点懵，怎么弄啊？队长说要用手这么弄，这么玩。这种活挺细的，那女孩能呈现出来，像我们这男的大大咧咧，能做出来个啥呀？队长为什么让别人管铃铛呢？来进行拟音工作的你们而言，我觉得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但是我说了呢又不算数，所以我们有请专业的王老师给我们打分，好不好？好，有请王老师。王老师，刚才呢他们的表现您都看到了啊，觉得他们表现怎么样？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模拟声音的时候，相信在场的各位同学也都已经掌握了这些道具的使用方法，就已经非常好了，就是8分。那么高，同学2分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哈。哦，98分。那我们期待一下更进一步他们的精彩表现，好不好？好。响彻云霄队，加油，必胜！我看过很多东北段子。你怎么样？咋的呀？咋的了？我们把台词儿都背下来了。怎么样？你们练的？还行吧？还行吧？已经进入状态了。对，队长说了，咱们东北的这个片儿是可能有点诙谐幽默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你们也得配出搞笑的感觉。而且你们是5个人，但是4个角色，2个人配的宋丹丹，那你们俩的这宋丹丹可就得一致了，是不是啊？
我在电视上看过宋丹丹演的小品，我还能模仿一些她说话的特点。好，做好准备啊！响彻云霄队比赛正式开始，请看大屏幕。喂，文，滚出来！就是我第一句的时候说话有点慢了。你喊啥呀？没看我正在忙着呢。我出来了。怎么回事？慧芳啊，出来吧。哎。你把水桶拿上来。哎。哎呀，大哥。笑啥呀？啊哈哈！哎呀，这家把我媳妇乐的。呀，嫂子来了，我还找你呢。找我干啥呀？大哥，受半天累了，俺俩得喝点呀。最后一个。说的有点太慢了。这个影片啊，我们是98年由长影出品的，然后呢，跟我们在场的各位同学的年龄呢，相差真的是太多了。是，我觉得各位同学能理解成这样，然后现场配成这样，已经非常不错。哎呀，老师夸你们呢，给自己鼓掌。那如果100分的话，他们会得多少分？给大家97分的成绩，可以吗？可以。第二回合，铿锵有力队98分，响彻云霄队97分。哇！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啊，除了我们的录音，还有后期的配音之外，还有一种声音也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就是影视歌曲，对不对？对对，姐姐，我知道，很多影视作品的插曲都特别经典。没错，那我们今天的终极任务呢，就和影视歌曲有关。待会儿啊，你们两队呢都会得到一个录音机，在这个录音机里呀，总共有5首录制好的影视歌曲。那么你们的任务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内，在园区内找到游客，让他们学会这首歌，并且还要给出对应的影视作品的名称。有一点难度，对不对？有没有信心？有。待会儿呢，我们的优先权就是由前两关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胜出的那个队伍来获得选择权啊。好，那接着呢，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影视全能王，救赎我最强！耶！眼睛特别毒，不抓像70、80后那种爷爷奶奶。70、80后那种爷爷奶奶。他小时候都听着歌嘛，第一首歌你去看让游客猜啊，这些歌都是老出来看，只有他们听过。第一首歌就问的那个爷爷是63。北方那个谁？你说白毛女吗？对对。我们对那个小女孩刚唱第一句，她说这不白毛女吗，直接就打了。山歌好比春江水，你说什么山歌？那他太喜欢又多，我这啥人了，唱的歌唱的不太调上，一般人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山歌好比春江水，那他这个电影是什么？电影是三姐。好，你写着吗？对了。这个歌就用你唱了。好。咱这个太老，咱这不太老，就是歌一般人都听过。这个歌挺流行的。很多电影插曲都特别好听，我们都特别喜欢唱。如果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对这个电影会更熟。是什么电影？写在这个题板上吗？咱们会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那我能说我不知道吗？可以。我们应该找一些年纪大的游客，他们应该最熟悉的。好，嗯，谢谢。他猜错了，唱的不对，调都不在调上，你唱错了。为什么这样红？
第一句是我的，我的意思是他的电影，电影是什么？这是一首电影。今天让你来客，写吧，我不会忘的，我们快写吧。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团结，这个我会唱，让我来吧。行，一会儿这一集让你来。应该走年轻一点，年轻一点，叔叔阿姨之类的。姐姐，我们叫阿姨。你好，主题曲让你猜那个电影。啊，好好好。身不由己，泪光眼都有心的梦境。是我唱的，我也跑调。写了《射雕英雄传》啊，心服口服，猜不出来，可熟了，但我想不起来了。人已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哦，我知道这个，知道这个。谢谢哥哥，谢谢哥哥，谢谢哥哥。第一个是白宝女，第二是刘三姐。第三个是冰山上的来客，第四个是黄飞鸿，第五个呢是宝莲灯，铿锵有力队任务完成，耶！响彻云霄队加油必胜！唱两句吧，他们就能猜出来。唱两句。眼睛瞪得像铜铃。哦，我知道了，来，这个，看看对不对啊？对吧？对。谢谢叔叔，你讲得太帅了，讲得太帅了。烽烟滚滚唱英雄。烽烟滚滚滚。我们是神拳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肌肉，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们都是神拳手，每一个子弹像每一个敌人。老电影，名字真的是记不起来了，阿姨记不住。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看老电影，别人忘了。不是游击队吗？是吧？嗯，对对对，想一想，唱两个字。不是，我们都是飞行军。是游击队。不是，还差俩字，就差他两个，就一个字错了。电影声音的魅力无穷，那希望电视机前感兴趣的同学也一起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培养自己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一起来体验电影艺术给我们带来的快乐。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快乐体验的全部内容啦，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